用嘅人咧，最紧要系对眼靓，所以我以前咧成日都会去植眼睫毛噶。但我发觉咧，原来植眼睫毛咧系植咗啲眼睫毛喺你原本嘅眼睫毛度，所以当你自己嘅眼睫毛甩咗嘅时候咧，就会成执冇咗。我仲记得嗰阵时咧，系甩到岩岩沉沉一忽忽咁。用嘅人发现咗一个神器，可以帮我解决呢个问题嘅，就系、是。得啦，嚟自加拿大嘅睫毛復活液。咁我而家用咗一个月啦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咧，我眼睫毛系好浓密啦，长咗啦，多咗啦。但系最犀利咧，就系我而家眼睫毛好似做咗 hair treatment 咁样咯，好有光泽嘅。咁我觉得哇，咁劲嘅一个 product， 梗系要上网查下佢咩来源啦。发觉原来网上咧都系好红，好多人用紧嘅，话佢安全得嚟咧又好有效，同埋有一个双重专利成分 Sympeptide。有咩咁犀利呢？就是、其实我哋啲眼睫毛咧有 85% 咧就已经系瞓紧觉，系唔系生长紧嘅？得 15% 系生长紧。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将佢激活你啲瞓紧觉嘅眼睫毛，令到佢 100% 都系同时间生长紧。大家睇到咧，其实我对眼咧都冇黑眼圈同埋冇红啦，搽嘅时候都好舒服嘅，因为佢系全天然成分啦，仲有十倍浓缩隐肉精华。其实你都睇到系好浓啦，佢可以将死去嘅毛囊激活翻。因为我之前呢一个位咧系冇咗毛囊噶，直情系冇咗眼睫毛，咁我就将呢啲神器搽喺呢一个位度，佢就可以将我死去嘅毛囊激活翻。其实大家都可以望到咧，系生咗眼睫毛噶，所以系好开心，系真系 work 噶。而家咧，我就可以好有信心咁素颜咁出街啦，因为那个效果咧就好似人哋黐咗假眼睫毛咁，但其实我系乜嘢都冇搽噶，除咗呢支嘢之外。